久违了！福萨亥姆的剑盾，人王的右手，安古拉之心。啊！这些怪里怪气的说话方式，你们两个是从哪里学来的？哎呀，旁边这位不是小毛虫毛毛？小毛虫个屁啦！啊！结果地底下竟然有这么大个土波洞，这里的土波是有多大只啊？厄萨图果然什么东西都是肌肉棒子。奈尔会努力做好天舟尤姆斯的责任，不会让厄萨图丢脸的。我相信奈尔会做得很好，哥哥一点也不担心。